山啊，这个哇，经典制作。那个处女是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双生，然后它里面的编曲非常丰富，啊，它有很多的 pattern， 然后它有点怎么讲，编曲的时候有点，怎么讲，就是它反而在 A 段的时候是很密集的，用16 beats， 然后到 B 段的时候反而是8分 beats， 然后一共它前面大概有几个 pattern， 一个就是这种16。然后反而到 B 段的时候他先用残音，然后第二次才用这个，然后到 C 段那个地方的时候又变成是这样子，又变8 beats 了。所以待会大家再听一下看，很精彩的地方。哦，前面那个电钢琴很传统的，叫做 Fender Low， 很好听的声音。